尾場嘅賽事三班一千啊，都係混集咗好多嘅路程專家喺度。好狀態嘅馬，我覺得就一二五同埋七嘅。咁啊配備轉變就三啦，呢只人和家興啦，除咗交叉鼻箍，初戴眼罩添。咁另外九啦，心花放咧就初榜嚟噶。好啦，先睇下咧，從化出跳嘅中間啦，二七一就係嗰只非凡啊。咁啊，前邊就係最眼光啦。 呢只非凡咧都係啲保即係正常操練嘅就全部再韓啦。咁啊翻過重化咁翻到嚟又跳下咁咯。咁啊又對女咯，跑啊跑過啦，試就係一齊試一下啦。華麗活力咁啊，仲有嗰只係加州得力。咁啊大家都犀利嘅，華麗活力啊上次咁耐唔跑啦，咁啊都可以外檔咁樣又跑得咁好。咁但係加州得力咧就好似真係仲犀利啲，都話一千真係後上贏得喺谷草嘅馬咧，贏得嗰啲啊真係好犀利嘅。 即係就算你第日增程啊，或者成啊，唔係放頭啊，擺前贏嗰啲啊，後上嗰啲，回到夠有絲馬一大集。你好似同華麗活力依個試扎，我廢啊！係啊，真係好犀利啊！呢只加州得力，咁你嚴格嚟講睇佢係咪仲可以再好啲嗰啲嘛？我諗都仲可以再靚啲啲。三歲啊！係啊，咁啊，霍宏星跑咧，佢又唔會熱到好乏味嗰啲喎，即係仲有得諗嘅喎。同埋呢啲馬房硬正啊嘛，好，跟住就睇下仁和家興。 咁啊，當然都有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冇跑啦。咁啊，又翻過從化啦。嗰時係八月啦，做嗰啲右前提球節手術嘅，係咪冇咁急口咧？今朝睇佢跳咧就布文士啦。今朝亦戴冇戴眼罩試喎，淨係頭罩交叉鼻箍。咁我自己睇呢只馬跳咧，我諗住啊，呢啲馬咁強烈嘅新鮮感，隻馬咁 fresh 咧，係咪應該跳得勁啲咧？可以啊，但係佢今朝佢又唔算喎。好華麗活力，咁佢都係講真啦，佢都犀利嘅。 我記得上次咁耐冇跑之前跳啊，有啲疆城就得唔靚啊，或者成啊，佢都會周圍喐噶。其實佢都係慢慢進步，但係依家遇到更強嘅，又係加州得力啫嘛。係啊，今年呢只靚蝦女咧，亦都係即係越跑越好啊。咁佢都翻咗從化操練啦。 从化嘅市集咧，大家睇咗幾季咧，都知道，尤其是呢啲短途集咧，一千啦、八百啦，放出嚟咧，好難追㗎啦。就算你本身唔夠水準啊，咁好多馬咧後面已經冇乜意欲去追你㗎啦。咁啊，好多都係試到散晒啊，頭尾馬拉到好遠嘅。咁你靚下里未？即係贏係應該嘅呢啲集，又有速度啊，又有翻咁大嘅箭頭。咁翻到嚟香港，咁啊都係。 即係正常，起碼都各樣嘢都冇咩唔妥地方先啦。咁啊維持住咁樣去操嘅。啊，佢原來開咗竅咧，一路係好穩定嗰啲馬表現到。再嚟就龍騰飛翔就今朝跳嘅。咁我覺得呢只馬都冇季初咁勁嘅。即係季初呢只馬咧係跑直路之前，黃俊佢哋嗰陣時咧係再好似 sharp 醒啲嘅。交叉鼻箍佢就不嬲都有㗎啦。好啦，如果即係睇試集啊～ 哇！你計時間嗰啲咧，咁你蟻多福邊有得跑㗎？唔係咯，不的 <laughs> 你比較下啲八百時間啊，試集人和家興電信飛車都喺度有份試嘅。咁你睇下呢只蟻多福啦，咁冇嘢㗎，砰砰聲佢就擠咗喺前面就飛。好啦，跟住你再睇下佢啲操練咧，哇！都真係幾得人驚喎。總言之，有時咧佢又唔見下，有時咧就即係嗰啲係非常輕柔，細圈都唔出嘅。咁啊，跟住喺度度下度下。 哦，佢以前上個名佢都係咁嘅喎，咁你 <是的 S 1> 所以邊有得計啊？但係佢一定係應該會擺到喺前面放個馬咯。你淨係知道電信飛車呢個都試得幾好嘅。係啊，我淨係知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陳醋咧，你要揾呢只危多福咧都唔係咁容易嘅。係 <laughs> 因為成日咧，一係就匿喺公園，一係就喺內圈，一係有時仲唔出嚟添。咁係試集頭先咪見到咯嚇，一放到底嘅。咁呢啲啊真係跑個形勢，因為快馬都多嘅。好，跟住啊，高明進象啦。 我又不嬲講真，我都麻麻地嘅呢只，咁但係都下有班，或者只馬健康、開心、跑得好，誒飼養得好，咁都即刻贏得啦。咁但係就冇咩變過嘅。好啦，跟住輪到只新花放啦，後邊嗰只。咁佢咧係誒稍為個頸口差少少嘅呢只馬，同埋出腳就比較直啲嘅，即係呢兩點咧係暫時佢唔係話咁吸引到我嘅地方啊。世紀明達全龍區。 嗱，正如呢啲全農區係啊，誒係咪唔好馬咧？未必嘅，只不過可能早期翻嚟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啲馬奄咗，係可以好；有啲馬奄咗，未必一定好嘅。呢只鼓浪非凡咧，之前我睇佢跳咧，我成日都覺得佢好似有啲崩緊啊，唔係好放鬆啊。<是>反而佢用咗呢個 drawing 跳咧，佢仲、嗯、好似只馬仲嗰啲踏步啊，成個動作仲好似順少少添喎。好啦，呢、這、只、個、就即係、就是、你比較下同其他嗰啲。 誒馬曉紅咁樣啦，咁佢冇二套嘅進王寶即係未得放鬆得到咯，再睇下咯。好啦，嚟到第八場啦，三班嘅短途賽啦。咁呢組咧就我諗都算係一啲即係優劣分明嘅組別啦。有好多馬都唔係好揀得到上手。譬如邊啲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誒可能進王寶弱啲啦，誒心花放暫時未夠啦，龍騰飛翔都會比較弱啲啦。 咁你強嘅馬就喺晒前面嘅，譬如號一號啦，呢只非凡，佢係一啲路程專家。儘管佢唔會贏啊，但係咧三三四四啊，4, 甚至有啲對手出錯咧，整個第二都唔出奇嘅呢只非凡。咁啊，另外二啦，加州得力就強嘅，四啦華麗活力都係犀利嘅馬。呢只華麗活力咧，始足佢馬房嗰只三十三咧，嗰只越盡之己又係唔甩嘅呢啲，即係、就是、跑同一個路程，唔轉路程啊，係咁一路攰住呢個路程跑咧，佢就成日都喺度嘅。 所以呢只四咧，儘管佢唔係到最靚啊，但我諗咧三甲一定要預翻。咁啊，除此之外就五號嘅靚蝦女咧就比較奇怪啲嘅，因為呢只馬咧之前就何永年贏啦。咁但係上次其實波健士跑得幾好嘅呢只馬，好少贊波健士啦。咁但係波健士咧今次兩隻上次偉大跑得好嘅馬咧都冇得跑。上命冠爵上次佢跑嘅，今次冇得跑，跟住靚蝦女都冇得跑。咁啊唔知點解啦？希望即係、就是、何永年都交到啦 要諗到俾人阻、俾人塞咁都冇得諗㗎啦，係咪啊？如果咁樣，快嘅馬都好多隻啊，靚蝦女咁帶晒嗰啲入嚟㗎啦。咁睇下非凡又跟佢埋啲啊，倪多福唔會慢㗎啦。咁啊有人和家興我都唔知佢縮住嚟，唔好話佢得唔得先啦？佢、呃、點樣跑我都未知佢而家又加放晏晝，會唔會跟佢一齊埋定係點樣咧？咁全龍區啦，咁正常佢都盡量前啲啦。咁真係加州得力照計好好跑喎。 佢贏過晒你呢啲喺呢啲組裏邊有實力嘅馬，四號華麗活力輸過俾佢，嗰隻靚蝦女上班亦都輸過俾佢，嗰次亦都係加州得力，仲要咁後咁樣衝上嚟可以贏得嘅，回啊回到夠噶啦，加州得力咁啊照計呢場馬佢都牌面啊惡得好緊要噶啦，咁啊睇下熱到咩程度啦，成日都講噶啦，總言之熱得過分得滯。 因為風險裏邊你包含咗噶嘛，跑馬嘅嘢好多變數裏邊嘅。咁但係馬佢養得好好再出嚟跑，同埋呢啲馬房夠實際，活力活力都好啊，冇問題嘅。靚蝦女啦，咁你揀嗰啲睇下。我覺得係心花放呢，將唔幫我夾硬擺落去嘅。不過你見佢拍跳呢，頭先個貨佢扎咗嚟，有交叉鼻骨扎嚟，一鬥左手呢，嗰一脈就開始轉個頭喺度。即係其實只要嗰個疆城少少喐動，嗰一脈其實已經喐好多。即係佢仲係學緊，但係如果扯得快呢，可能會跑得好啲。 第八場賽事都研究過，睇埋今次揀啲咩嘛？咁我就搏下呢只十二檔嘅芙蓉莊啊！揀翻嚟超升潘頓啦，淺草飛，重複多次嚟緊嘅賽事安排喺星期三跑馬地嘅八場嘅草地野賽，七點十五分開跑頭場嘅賽事，到時再同大家分析過。拜拜 <bye>。Bye bye